阿凡达入侵亚山晒冷苏事业线。哇，寻日出嚟见人班亚山 OK 喎、咁突破就奇啦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喂，你哋揾翻三个失散兄弟啊！好凶啊！唔知 Michael Bay 仲请唔请保镖呢？想硬面拜拜，一于揾佢教路啦。虽然亚桑口号系亚洲元帅一统美南天下啫，但十七号你话晒全场年纪最细兼系香港人，又顶咗二次电召男个位，初嚟报道，咪话唔提你啦，翻嚟练下点摆 pose 先啦。嗱嗱嗱，以为抛事业线会加分 ？No way 咯，你估选阿姐咩？我识两招打下底就最好啦。我嘅兴趣平时就系赛车同埋跳舞，仲有打拳。哦，唔听仲以为你话排咗只舞，打算 show off 添。唉，好地地选亚生，做乜搞到自己咁噶？